大家一个闪现 W 给我直接一刀 A 死，我倒没打到他，可惜，开局没操作好，嗯，好。 我有骸骨的，这没事。我有点失误，这把对线打了，这个线要出去的，但我还可以稍微再控一下，这线是一定会出去的。 100%会出局。可惜，疯狗诺手。 也被拉了，也不该被拉的，拉了直接死。26刀，我主要开局这里没打好，这里要打好就好了，应该贴近跟他直接一波 all in， 带这波兵打的，没打好，失误。 不过是不回去，主要的兵线不太好，动线只能亏，让他杀一次也没关系，反正我拿的也血，还好，能稍微接受，不过他补了刀更多一点，这什么意思？还在干嘛？ 我要的是啥？What's happening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这 BGM， 我操，原！<笑>早就看出你这个主播的真面目，原来是个原P。怎么说啊？英雄联盟玩家，我们原P的技术怎么说啊？ 我说实话，你们这个英雄联盟这画质不如原神的，真的说实话，有一说一，真的，英雄联盟画质不如原神。真的，英雄联盟画质确实不如原神。嗯，挺漂亮。
而是被我的牢笼捉住城。他举炮好了，别上头了。他不上头要被毙了。他怎么玩那么激进？ 他妈比打丘丘人还简单，你是丘丘人吗？Hello，诺子在吗？在直播间扣个一，你是丘丘人吗？你比他妈打那个丘丘人还简单，我真服了。你是丘丘人吗？在？为什么挨打？为什么挨打不管事？ 为什么不早点开机炮？求求人来啦！他是拿斧头的求求人，行。求求人。 还是不服，就打死他不就好了？他不敢跟我打，没伤害，目的就骗个大。哇，你还不买护甲，哥们？护甲，买点护甲放身上不是好？ 他居然敢拉我，都不怕我一 Q 就中。 怎么说？流畅吧，流畅。 打出来，主播在这里加班发点弹幕吧，求你们了。
有办卡送一下办卡，有钻子开下钻子，感激不尽。果然还是深夜的国服顺畅的多。你看这深夜操作就没什么问题，我操！要早这些时候是真的卡呀，他妈卡的一逼！我这波 EQ 必中，直接给对面他妈 Q 麻了。EQ 必中，跪下！感谢滴滴啊送的办卡，谢谢滴滴送的办卡。这一区大师啊，是大师钻，你那有两个大师。哎呀，谢谢驱宝的相知飞机捏捏，谢驱宝相知飞机啊 ，Hello。挂在风龙废墟听 BGM， 你们话好多啊！哎，怎么直播间全是原 P 啊？啊？怎么那么多人玩原的？还挂风龙废墟？再叫再叫卸载。下路确实有点难受。下去兄弟，不下去，我是战争。别急，明天元神哥给你们 EDG 拿下。你在干嘛啊？你想死？你是不想在直播间领一年套餐？元神哥，金多手应该不是很想玩。刀就直接秒杀，不玩了。估计跟人妈吵架了。走，谢谢打野送的 bank。哎，兄弟，我有破镜子。兄弟，我破镜子。哎，让我自己走啊！别搞。单身狗。
哇操！星虫诺手啊，他直接不玩了，还是被一脚踹死。 我要一波了，我要拆快点，我观众要看原神。 那是什么东西？谁要看？不看了，那这把打完下了，骗弹幕是吧？差一点他妈杀完啊，可惜。你怎么还出来？你别出来，我求你了。 Legendary 拆了，速度拆了。喜欢看原神的来。斗鱼151156啊。